看到是来自东信国小的曾汪颖，要对上是阳明高中国中部的江彦妮。那这场比赛是今天队长杯的14岁组的女生组的一个比赛。那我是今天主播林世廷，在我们身旁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啊是陈伯钧教练，教练你好。世廷好，一定会有相当多的程度可以去 handle 这些学妹。谢谢。好漂亮。是一个非常漂亮的。哇，这球坏了，很有压制力。好，漂亮的一个截球，但是在过渡球上，只要多拍来回。超过4拍以上的，相信眼里的胜率都是比较高的。跳出来这个产业，完全没有保障。哇，这一球互相僵持不下的。几颗球之后，几拍之后，这边稍微想要变现一下，马上打到对场上的各种状况，对手站位其实非常的清楚。好，漂亮，接住这一颗。哇，这是一个漂亮的直线，场观众的惊呼。然后场地拉开了以后，一个漂亮的直线得分，哇，非常的精准。哇！哇，稳定性可能还要再加强一下。那我们还是恭喜江彦妮在今年的队长杯女子组14岁的这个组别拿下了冠军，恭喜她！这场比赛的冠军仗啊，冠军战当中啊，同门来较劲啊，是我们的郑品阳、郑敏祥以及沈康廷啊，都是来自新泰国中。算差异哦，所以在球直球速的方面，其实秉祥在这一场一定会获得一些非常大的压力。很小。
这球哇，漂亮！非常沉稳、啊。球半节奏的一个吊球球，好球。也是一个缓慢的时候，其实除了让他们在底线后方的左右移动之外，我们可以试着搭配一些大角度的一些比较短的小球，不一定是用放，让他除了左右以外去做一些前后的移动。刚好是打在这个炮弹的射程范围，是是是，对，刚好一个正手，马上就抓到机会，马上就杀。哇，又是一个反拍。哇，再来一颗吗？还有。哇哇，这个。哇，这一球沈康宁的发球局就是一个放小球得分啊。哇，局数已经来到3-1，正比强，最后的机会。哇，在比赛场上我们看一下这个球，再来一次慢动作，其实应该是蛮明显的，是落在单打线的外侧了。对，所以这球应该是可以挑战。哇，这样一个正拍球。还是要打出界啊。哇，好在男子组是沈康廷这里拿到14岁组的一个冠军，恭喜沈康廷。那同样郑明祥只是拿到亚军，我继续的。在之后的比赛继续锁定我们的一个直播，希望我们这些选手未来可以多多的加油。是是是，未来可期啊！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林世霆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